爸，你看他里面什么？爸，哎，冻结了，冻结了，冻结了。人手一包垃圾袋，清出泡水家当，热心民众出借家门空地给邻居暂时摆放，三两下就被堆满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总是要有一个点让大家放了。事情能做好是最好，最完好圆满就好。小朋友帮忙一起搬，还有人出动推车载。高雄仁武区这次灾情惨重，部分地区一度水淹极凶。八德东路明湖街一带民宅一楼几乎全都泡水，大型橱柜还有床垫桌椅几乎无一幸免。你看嘛，这第二天啊，这落水第三天啊呢？第三天啊、哦，第三天拢无清啊，清袂离啊。迄个门头上头拢臭到要死去，啊，大家拢饮水入去拢足辛苦啊，足艰苦啊。满坑满谷的家具上头都还看得到泥沙痕迹，堆到将近一个成年人的高度。随着大水退去，民众清理家园，废弃物越堆越多，几乎已经占据半条车道，得出动五爪车才能清运。一夹起垃圾，里头满满都是水，而不止家具，民众的爱车也通通泡水，不时有拖车来回穿梭，拖走泡水车辆。灾情惨重程度，连在地里长都惊讶。前天我在外出看灾的时候，水深极凶，这是我们住在这里二三十年第一次的发生。我们一步一步先把这个垃圾跟街头的大型家具来快速的清理，希望能在三天之内就回复我们湾内里的美好家园。堪比台风，夹带惊人雨量，重创南台湾。民众现在只求相关单位能协助重建家园，让他们尽快恢复往日生活。民视新闻王富明、廖锦雄、李泽明，高雄报道。